直直感觉家己真会使，感觉家己大汉免听你的，我予学堂踢出来，你向校长求情，你伫厝内等待，我当作厝是酒店。你惊我少年浪荡，我感觉我威风凛凛。十九号需要的不是厝，是朋友。自卑感作怪，为了要予人肯定，什么代志嘛敢做？受看头钱，受囡仔拼嘴吸毒，做阿龙兄弟叫我一声大的，让我感觉真世面。想讲家己交的是兄弟，其实是互相利用。我无在意你安怎看我，只是惊朋友兄弟无肯定我。着了监视，无但无后悔，搁在朋友兄弟眼中认为真会使。这就是人所讲的，怕死无过。出外不是怕人，就是给人怕。一摆丢包丢毒，倒地落棍处半死陪我，头脑出现少年时。你温柔的手牵着我，惊我怕无。厝内不是真有钱，但是你也是陪我输到这的认识。我想着厝内的温暖，你关心的叮咛，真想倒转少年时。我就关入去新加坡的恶人谷五十个，逐摆跌倒，你本希望我会改变，一摆过一摆，让你失望。你甲我讲，细汉我跟你学堂、马达厝、法庭、老君厝、家奴。我老了，我要跟你偌久，我惊我跟你袂着。看你离开的身影，叮当的脚步，我问我家己，为你做了什么？对你公平无？报纸、电视机报告的改编故事，报告啊这么完美，真心要过，无这简单。予你机会的人无几个，毋是讲一天就会使来悔改，但是你一摆过一摆，予我机会。如今我自由也四年过，生活嘛是才有期间，在家路有了一个字，就是算。我毋敢讲现在我真好，但是看到你面上有了笑容，我感觉真安慰。你为我慢慢变老，我想要为你好好做人。感谢你，妈。